单点 PVZ 的不科学瞬间，倭瓜做完一次僵尸之后就会和僵尸一起掉下去，很科学呀。你再看看大招，呜呼，乌鸦坐飞机啊。还有呢，天上放鞭炮，天上有鳄鱼飞，天上有螃蟹跑，天裂开来，这是第488集，肯定很好玩。阿芝，突然变科学了呢？当然啦，游戏嘛，贝贝只是皮一下，轻喷轻喷，下期再见，拜拜溜。